最緊要嘅係希望以後每一年都會見到你，我更加堅信最美好嘅就係連補選權都可以被超越嘅話，我哋呢一個特區真係真心。佢俾花喺啊，佢哋去挑戰呢個全中國，佢俾花嘅革命都係會逆轉全中國。我哋歡迎各位朋友今晚短期黃金嘅時候，將呢個玫瑰花擺喺呢個黃金嘅旁邊，玫瑰花嚇，一日會逆轉玫瑰花嘅革命，逆轉呢個全中國。人民力量遍地开花，玫瑰花的革命同样是会逆转这个全中国。今晚大家点着洋烛的时候，将这个玫瑰花摆在洋烛的旁边，让经常六四的烛光，玫瑰花的革命一定会逆转全中国。所以呼吁各位朋友快来拿花掌玫瑰花，让经常这个的人民的力量不斷去呢個直選呢個全中國，人民力量遍地開花，六四的燭光同呢個玫瑰花嘅革命一定會同時直選呢個中國，令呢個共產黨下台，令人民嘅力量係有機會抬頭。呼籲大家今晚點燭光嘅時候，將玫瑰花擺喺燭光嘅旁邊，大家搖動著呢個燭光，搖動著呢個玫瑰花，人民嘅力量一定會遍地。我哋唔会同共产党物生政治，更加唔会出卖良知。各位朋友，今晚大家将呢个玫瑰花摆喺呢个烛光嘅旁边，今晚齐齐摇动着呢个烛光，摇动着呢个玫瑰花，象征着六四嘅精神。玫瑰花嘅革命，一定会席卷全中国，令到呢个神州大地共产党屠夫的政权必定会受到历史的惩罚，必定会落台。所以呼吁各位朋友，大家快来拿花掌玫瑰花，将玫瑰花摆在这个烛光的旁边。我们今晚摇动着这个烛光，摇动着这个玫瑰花，玫瑰花的革命必定会席卷全中国，玫瑰花的革命必定会令中国的人民的力量一定会得到这个胜利。人民力量遍地开花，神州的大地屠夫的政权必定会受这个历史的惩罚。所以各位朋友，我们拿回到玫瑰花，将玫瑰花摆在这个烛光的旁边，我们今晚一起摇动这个玫瑰花，一起摇动这个烛光，玫瑰花的革命必定会席卷全中国，屠夫的政权必定会下台。各位朋友，我们拿回一张玫瑰花，今晚将这个玫瑰花摆在烛光的旁边，我们摇动着这个烛光，我们挥动这个玫瑰花，玫瑰花的革命是必定会席卷这个全中国，屠夫的政权必定会受到历史的惩罚。各位朋友，我们拿回一张玫瑰花，将玫瑰花摆在这个烛光的旁边，我们今晚齐齐摇动着这个烛光，挥动这个玫瑰花。我是支持玫瑰花的革命，也都需要两人民支持。玫瑰花的革命只是人民的革命，屠夫的政权一定要去赞赏。所以各位朋友，我们拿回一张玫瑰花，将这个玫瑰花摆在玫瑰花的革命，一定会席卷全中国，人民的力量是可以推动这个的革命。玫瑰花将这个玫瑰花香送到神州的大地，推动这个玫瑰花的革命，令屠夫的政权必定要血债血偿。各位朋友，这就是人民力量，这就是人民力量在这派发的是玫瑰花，呼吁大家拿回张玫瑰花，今晚将玫瑰花摆在这个洋烛的旁边，我们齐齐挥动我们的玫瑰花，将玫瑰花香送到神州的大地，将玫瑰花的革命推动到中国每一个地区。玫瑰花革命一定会席卷全中国，屠夫的政权一定会血债血偿。所以呼吁大家拿回张玫瑰花，将这个玫瑰花摆在洋烛的旁边。所以呼吁各位朋友，卖力拿回一张玫瑰花，将这个玫瑰花摆在这个洋烛的旁边。我们今晚齐齐挥动我们的洋烛，呼吁大家支持人民力量，支持玫瑰花的革命。今晚将这个的玫瑰花摆在这个洋烛的旁边，我们齐齐挥动我们的洋烛，我们齐齐挥动我们的洋烛，将这个玫瑰花香推动到中国
神州每一個嘅角落。各位市民，呢度係人民力量。過去幾個月嚟，大家睇到我哋嘅行為，睇到我哋嘅堅持。今日我呼籲大家市民，你支持我哋人民力量。原因係咩啊？原因就係、是、香港除咗建制派之外，仲充斥住一啲偽民主派，佢哋口是心非，噴口蛇心。各位市民，人民力量是香港唯一堅定的民主派，我們會同市民一起，我們永不投降，永不妥協。各位市民，希望大家走過來支持我們人民力量，你一分一毫我們都用在這個運動上。我們告訴大家，我們絕對不會妥協，絕對不會投降。各位市民，大家在傳媒上都知道，幾個月前人民力量成立了，它是由四個田頂村聯合組成的，就是選民力量前線前社民聯的成員和泛民團體。這四個團體，我們有共同的理念，我們走在一起。過去幾個月大家看到我們，我們的所作所為大家都看到的，我們在陽光之下，我們永不背叛大家的言論和期望，因為都是我們的共同理念，是我們的夢想。各位市民，請你埋來支持我們，支持我們人民力量。我們這個新成立的組織，我們無權無勢無錢，但不是代表我們沒有志氣。我們一如既往，我們將會秉承我們過去十幾年民主運動的精神。有人可能已經走背了，想停低，但人民力量是不會停低。我們會繼續向前走，我們為香港的民主，我們一定會絕不妥協，奮鬥不懈。各位市民，請大家走來支持我們，支持我們人民力量，支持一個新生的力量，